好，我是 Yuki。因为很多网友留言呢，想要我拍一下日本的药妆店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就特别跟大家介绍日本人在家也会常常备用的药。那这一集呢，只是纯粹要跟大家分享跟推荐，没有任何的业配，也没有要做代购哦。所以看完之后呢，不要留言给我可不可以做代购哦。这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间大型的药局，种类都还蛮齐全的，所以呢，就开始跟大家介绍喽。这一集呢，我就不做口头上的说明了，我会打上文字说明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影片中药品的价格。
介绍到这边。其实日本还有很多很好的成药，我没有办法一一介绍。我今天就是介绍家里几款最基本的常备药，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成药呢只是舒缓一些症状而已，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，还是要去看医生哦。今天这一集呢只是特别计划，以后还是要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吃吃喝喝的影片哦。今天呢还是很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最后还是欢迎大家的订阅和留言哦。